扇贝和的学名是扇贝和，它是扇贝科双壳类的一种。它发现于从佛罗里达州南部到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水域。扇贝和或扇贝和是扇贝科双壳类的一种。它发现于从佛罗里达州南部到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水域。扇贝和或扇贝和是扇贝科双壳类的一种。它发现于从佛罗里达州南部到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水域。扇贝和或扇贝和的物理特征包括。一、贝壳，扇贝核，又称扇贝核，呈椭圆形，前端圆，后端尖。扇贝核或扇贝核是扇贝科双壳类的一种，它发现于从佛罗里达州南部到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水域。扇贝核或扇贝核在生态系中的作用是充当捕食者，以浮游植物、浮游动物和碎屑为食。扇贝核的生存面临多种威胁，包括过度捕捞、栖息地退化和海洋酸化。过度捕捞，扇贝核或扇贝核是一种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，经常成为渔民的目标。过度捕捞可能导致该物种以及共享相同栖息地的其他物种数量下降。